YT200有线 同屏苹果手机第一步，投影机或者遥控器上按信号通道键，选择下面绿色的这个，点击进入。进来以后，然后用苹果手机的充电线一端插投影机的这个 USB 接口，另外一端连手机，最好是用苹果的原装线哈。哦，插进去。这个是苹果13的手机哈。好，点信任啊，点信任。 苹果的很简单，输入锁屏密码。好了，这样就同屏了。对，这样就同屏手机了。哦，好，可以了。